好，题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推到旁边去，交给大家。那么为什么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那种下谁接下来生日，然后就要下一道？这个轮不完。啊，我们这里人太多了啦，好不好？好吧。然后大家礼物准备好，回家可以去那个什么，跟收礼物时间。那有没有想要什么生日？啊，我你是有一些就是很想做的东西。比如说是刚才那个礼金仓吗？这样是他好吃的。一万多块，我很常过的。你真的很贵。比较贵。然后除了那个以外呢？接下来的东西都更贵了。好吧，那我自己也认识那个摄影。所以我那个底片的 logo 哦，大家都听到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哎，没有人那个注意太过分了，这些人，好吧？哎，是有公司要拍照，还要拍，他们要跟全部的，他们全部的合本下来，跟微信拍照。在这里好了，然后你在那里，在这里，就过来，过来。